这张三九乐台彩哈，就是那个香港那个六合彩的类似的东西哈。那其实很多台湾的那个都喜欢赌这种哈三九的那个哦，一星啦、两星、三星、四星的这个有没有哈？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新年大红包啊，新年大红包。今年其实也蛮多人赌，再来就是那个刮刮乐的部分哈，刮刮乐的部分，看大家手气啦，手气好大概就会中了啊，手气不好大概就没有哈。来啊，这个三九的这个哈，一星、两星、三星、四星哈，刚好能下个五千哦，四星的话就已经很高了了哈。来啊，今年祝大家哈，如果有玩的哈，祝大家都中大奖哈，荷包满满哈。但是要小小玩耍就好哦，唔通甲家产拢摕去开哦嘿，安尼会错晒哦。好啊，今年这一档的那个影片就到这边哈。哎呀，如果有再去买那个刮刮乐，我们再另外来拍啦。啊，如果没有就算了哈，那就是今年的那个来跟他博奖金的唯一机会啦哈，就是博这一些。好，那个节目到这边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